阿爸扶你走。
希望你所有重担吹吹。将所有重担吹吹。Thank you.
主欢迎你，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耶稣我欢迎你，耶稣欢迎你，你更多喺我生命里面，你更多喺我生命里面。哈利路亚！有耶稣系最好嘅，有耶稣充满我哋嘅生命系最好嘅。我哋让你完全嘅充满我哋嘅生命，完全嘅掌管我哋嘅生命，完全喺我生命中掌王。掌王权，神啊，我完全让你掌王权在我生命之中，有耶稣做我的王是最好的。主，我紧靠你，我紧靠你。主，我紧靠你。
都必然屬於神嘅，不過問題佢係咪乖乖地屬於神？神啊，我哋願意乖乖地屬於你。全世界無論你點好，我哋都係屬於神，但我哋要乖乖地屬於神。我哋整個生命、心思、意念都俾神去掌管。神啊，我整個思想、意念俾神去掌管。喺呢陣你自己同神講嘅神啊，有啲咩地方我唔聽話，求你幫助我悔改，喺呢面前悔改。在这一阵子有神的悔改，神啊，我妄让你掌管，我用我的心思，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思想控制我自己的地方，我没有听神你的话的地方，是你帮助我在这一阵子将这些的主权交给耶稣。神啊，我将我的主权交给你，神啊，我将我的主权交给你。所有同人的关系，我哋嘅主权交俾耶稣，愿意去饶恕同埋祝福，唔计较同埋怜恤佢哋。我孭住嗰啲重担，我愿意将呢个主权交俾你。哦，祝福，祝福，祝福，神啊，我嘅时间嘥咗好多，喺一啲无谓嘅地方。求你幫助我哋，將我哋嘅時間獻俾神。神係好歡喜嘅，神好歡喜我哋用時間喺佢身上，佢必然祝福嘅。雖然有時好似唔係即刻睇到果效，但你會一路一路經歷生命嘅更新同改變，會越嚟越多能力，越嚟越多平安，越嚟越多信心，亦都為人禱告常常帶著能力。神啊，我哋願意。敬拜，奉耶稣圣名。